没人员，马奇尔连被两派对给轰出门。四分卫马奇尔人见人爱，不过德州农工大学的学生却不这么认为。周五马奇尔参加兄弟会的一场 party， 却被当众给请了出去。一段上传 YouTube 的影片可以看到，天外飞来一罐啤酒，不偏不倚的砸中马奇尔，让他粉红 polo 衫全湿透，甚至还有人跳出来叫他赶快滚蛋。周六不死心的马奇尔现身在另外一个 party， 还很 gay 搞的穿上纽约喷射机队前四分卫提博的球衣。自作聪明的结果，只好在隔一天花时间在 Twitter 上跟人打口水战。如果提博哥真的现身，虔诚的他看到酒池肉林的景象，场面会变成怎么样？这种无聊的事值得一报再报吗？不如转台到我们的频道吧。Subscribe for daily LOLs.